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玩动物心友会个劳动节岛啊！咁再次翻转头同默默讲下，我想留多次喺呢个岛度啊，跟我去个岛度得唔得啊？佢系打飞机都好，但系你都要搭火车。点解佢咁讲咧？因为咧，佢系之前动物心友会嘅角色嚟嘅。嗰阵时咧，故事咧就系搭火车，佢喺火车上见到噶。佢话睇嚟咧，冇得叫佢搬去我哋个岛度啦。咁咧，呢个五一劳动节岛咧，亦都正式完结噶啦，咁而家我哋走咯。制作人员咧都几用心啊，整个迷宫出嚟真系要几用脑啊！系见我都要整咗几次先过到版，就知道都有少少难度啊！只要一行错就玩完啦。呢啲咧就冇得拎走嘅。嗰度揾翻机师先。嗨，睇下睇多次有冇漏嘢先啊，应该就攞晒啦啲嘢。好啦，攞晒啦，好啦，落去搵机师啦。Hello， 咦，你逃出咗个岛度啊？系啊，最离开咗迷宫啦。恭喜你，我要同你妈大叔讲先。咁劳动节旅行咧都完结啦。如果你想再玩，可以紧急离开嚟多次噶。我想翻去就唔玩多次啦，再玩。咁有执到嗰啲券咧，就可以翻到去咧就可以寄俾我。系咪出发啦？系啊，翻去啦。再次离开呢个劳动节旅行啦，我哋翻翻去我哋自己个岛度啦，翻到嚟啦，多谢机师送翻我哋翻嚟嚟呢度啦，啊，去完旅行真系好开心啊！咁我本身啲嘢咧就可以喺翻个身度啦，咁所以同呢个机师讲咧就冇特别啦，变翻以前讲嘅对话。好，我哋翻去搵狸猫大叔听，同佢讲话多谢佢先。Hello， 狸猫大叔 ，Hi。咦，你系咪去劳动节旅行啊？系啊，我全力以赴整嘅计划，好唔好玩？好好玩啊！咁就太好啦，能够令到监制咁开心咧，完成到终点都好开心，系咪太意啊？无论点都好，多谢你啊，多谢一路照顾，全靠你我先可以发展到咁咋。Bye。好啦，咁咧我哋成功过版啊！劳动节五月咧都成功完成个任务，值得鼓掌啊！好啦，下条片用翻我自己个 account 玩咯，下条片再见。